行啊！阿母，哦，我知啊，足准的，你实在啊，你要认问呢，来来，坐来，嗯，阿母，哈，这下，电报要给你报身体啊，电报，嗯，阿母，我身体我才臃肿呢，干嘛要报？我若讲爱报就爱报，这吼是转电币，啥？电币？嗯，这物件我唔敢食，你家己食啦，我来跟他。懂嘞。小姐，我点一包嘞呢？哦，我唔食，我嘞都要做你走。来来来，品看。哦，够香的啦。阿母，啊，我食足饱的，平时这重要面我根本吐出来，你嘛好心，唔爱叫我食了，好不好？唔爱食，会用的啊，明去困。够这严重？严重哦，你若唔食，我是会受气哦。来，乖囝来。啊，烧啊烧，好，一碗吼，食好完，好，啊，再入去房间洗身躯，洗洗两扎酒层。我入去房间。说话，水芳，你哪会叫我说话？无啦，你哪会无代无志，低下头毛嘞？我，我是想讲，平常时我拢是低头脏啊，我都换一个造型嘞。你看我有啥物无同无？我一定比较较水。水芳，那有啥无同啦？啊！你就是你，搁看那边嘛是你啊。我当然是我，敢讲你希望是别人是？你这个有啥物意思？我哪有啥物意思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我心内有数，你甲我讲清楚。你若无介意安尼哦，我卖滴就是啊。宝莲。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哪这么幼稚啦？幼稚？我是安那幼稚？你安尼做都是幼稚啦！我知影，要填补我吃，是你注意到无？我填补给你吃。我既然是你的母，在哪里？你都将话讲好清楚，你讲啊！我在边头上。这啥？我拄仔才讲你幼稚尔，你又做这种代志来，你安尼是创啥啦？是安怎？你讲袂出嘴言，你想要害我？害你？将我囥在遐，就是咧害你。那呢，我问你，你男母的身上有囥一女将新妇阿罗底夫啊？是不是阿母就要害我？你别牵到我男母啦！迄夫啊，根本就是阿母囥的嘛。报唔到，假使你若唔相信，我即马去请阿母，你家去问阿母。你还大啥物主意啊？是不甲规家伙仔拢吵起，你才甘愿哦？你敢若烦恼，我会甲规家伙仔吵起。你惊这，你惊那，你敢有讲对我心肝歹受？你唯一唔惊的人，就是我。过年嘛，已经几天了，你敢有把我当作是你的无？敢讲，咱就亲像阿母所讲的，去予人冲煞着。你哪安尼讲的？伊无要变哪讲？结婚以前，逐项拢好；结婚以后，万项拢唔好。假使我若知影安尼，我应该莫跟你结婚啦。你结婚只是为了要做一个孝顺，
带一个某来甲恁阿母作伴，那是安尼，你规气请一个苏阳林大英爷，那都结婚嘞？宝莲，伊阿哩讲是你母上话，你知影无？要无我要安怎讲？我看人的时间，无别人讲，我想要甲我的翁好好啊斗阵，结果呢？每一天播到三更半暝，你绝对无要回来。宝莲，你莫怪我好不好？我的苦衷是只想要出国啊！伊出国无要回来也是。伊出国，你要陪，别人有代志，你嘛要陪。公司有任何应酬，你拢要参加。啊，我呢？我都应该让你藏在房间内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我伫房间，我只能戆戆来等，戆戆来想，我的翁。当时这个人嘛，我的翁，伊即卖人伫咧倒位？我的翁，伊食饱未？这个查某人，敢一定都来做个将领悲哀心？嘛是一句话，也不过是委屈受不了人是我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宝莲，将军嘛，我会好你宝莲。然后，因两个人都平安返去厝。安那，阿姐爸爸讲的故事敢有听？嗯，是足好听的啦。阿姐爸爸，我要再听一遍。搁要听一遍哦。嗯。好，来，搁要听一遍。唔免啦，啊，丽玲，你都知影所在，伊陪我去就好。啊，你妈爱顾囡仔。志平，今仔日是应出来头七。妈，也可以记的。我当然会记啊，所以我去买一寡菜，全部放你摆应出来。等应出来头七过了后，我就会当去啊。真是了。你不用我妈妈苦苦等啊！对了，妈，我一定会回去。志平，阿婆伊妈妈老踮遮陪你好无？袂啦，妈，我想一个人好好陪伴金顺。志平，假使真正有灵有声，阿囡仔伫遮敢会惊着？对啦，阿婆，小帅我先带转来好啦。你放心啦，啊，厝内面有慧君啊，甲英杰啦，囡仔甲囡仔斗阵耍，较有伴啦吼。小帅，你甲伊回来好不好？
家里回去哦。遮济啦，素华，你安尼咸牙大来咸啥？哦，也都咸了，也都照电讲，我像拄只啦，体会会哦，看到迄会安尼跳出来，我头壳看到拢心狂。唉，不过吼，这是阮阿爸的意思啊，啊无遮意思说也讲不好呢，而且啊，保莲食足友好，伊阿个身体好。我知影保莲友好，啊你大家拢对我足好诶。啊，不过吼，我一日来到朋友。都该叫，该叫，啊！看到迄只猫，我吓要惊死。啊，当拢过去啊，吼，免惊，免惊。啊，宝莲讲要去看，不是给我报告，啊，哪会去遮久啊？啊，应该哪日就来啊啦。黄叔小姐，请问一下，阮阿母的检查报告出来未？阿母叫什么名？黄信柱。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帮你查看麦。林子玲。这是黄信柱的检查报告哈，下趟这份是303房的，不过我唔知边啊摕予伊呢。啊，是安怎？伊已经是挂电话上尾期啊，性命剩无半年的时间。真的哦，有够可怜的。小姐，阮老母的报告出来是？嗯。请问姐吼？拄只你甲电话迄个护士小姐讲啥物肝硬化八期，迄是啥物意思啊？就参照一块地肝，你要甲找合适，即马阁要甲避孕是无可能的，所以肝硬化就是八期，真危险。哦，阮阿母的报告安怎哈？你阿母是无啥物问题，尿糖嘛真正常，照照三顿互伊食药啊，就会使啊。啊，毋该记的。上咸上甜，唔通互伊食，尽量互伊食较侪顿的，啊，每一顿的量爱较少的，佮互伊保持适量的运动就会使啊。我知影啦，李思玲，来甲我斗相共一下。好，随来。素华，哇，阿宝莲哪会去遮久啦？敢毋是检查出来，讲我有生啥物歹物啊？袂啦，你是较瘦尔，其实你身体阁真勇健嘞，免来生啥物歹物。以前我身体有影是袂歹啦，啊，不过你看前一阵啊，一检查出来就讲啥物腰子也有问题，啊，阁有糖尿病，啊，最近这脑阁感觉安尼怪怪哦。恁爸叫恁一定爱带我来检查，害我安尼哦，想着就烦恼呢。没有代志啦，免烦恼。叔啊。我呢，哪烦恼啊，哪紧张，我就想要放尿，我来便所一下。你坐你坐吼。你跟我讲啦，啊！都，玲啊，我再跟你讲，阿母，阿玲啊，你听久啦哈？啊，我拄才在等医生的报告啦。啊，报告讲讲咯，报告拢正常啦，同款骨镜头啊，糖尿病的问题啦，医生讲你只要早三顿吼，甲药好好食咧，都无代志啊。啊，较高在，对对对，好来等，好来等。阿母，咱都已经一撮工来到外口啊，我带点生姜食啦。嗯，唔免啦，啊，等我这糖尿病都袂用食伤甜，啊，药剂无好，佫袂用食伤咸，迄外口做的物件，味素拢插足重的，莫，还是倒来厝吼，素华做的较好食啦。袂用的啦，阿母，我带你来餐厅食，看你想要食龙虾啦、鲍鱼、燕窝、鱼翅，迄拢足好食，我带你来啦吼。不能。啊！你慢慢才讨济钱，歹赚嘞！啥物食食遐物件，赶紧来转来转。阿母，阿母，宝莲拄仔想阿你哭嘞，过个态度嘛真奇怪嘞。洋洋问阿母讲要食啥物物件，我问看啥物代志，伊佫讲等伊才要甲我讲。敢讲
阿母是生什么歹物件？哎，小姐哥啊，阿去检查了安怎哈？那有安怎啦？阿都去摕糖尿病啦，阿甲药剂的这药啊，我你都唔知咧，因哦安尼强叫我都爱做身体检查，我都上惊注射，阿看我抽血啦，这大重的是安。甲我做了，血一抽出来，我看一下，头壳拢起戆咧。我嘛是同款，我嘛足惊去病院。啊，是讲咱有岁人吼，做一个定期的身体检查是袂歹啦。假使讲身体若是有啥物毛病，早发现早治疗，有好无歹啦。这我嘛知啊，啊，不过我都感觉我身体搁勇惊勇惊，那着安尼真麻烦着。哎呦，丽玲啊，啊，这毋小帅？是啦，小帅。啊，这嘛是阿嬷哦，爱叫阿嬷吼。小帅，你唔着叫人。啊，小帅伊着较惊青昏啊。紧袂要紧，食古锥呢，安尼乌甜啊乌甜。小帅，阿伯你待在家吼，阿嬷会做足济好食物件互你食哦。嘿嘿，小姐可。啊，今仔日着印刷来做头亲，啊，志平要点名甲拜，拜好伊着会转来啦。啊，那咧，等下我家这边房间先整理你咧。免啦，你较无闲，我甲丽玲来整理就好啦。啊，这几天像我无伫的，我看小帅就甲我困好啦。阿姨，啊小帅就较惊气氛，我看伊甲我困较好啦。好啦。阿母哈，你今仔去病院检查，连咪抽血，连咪验尿，又搁照电光，几天安尼落来，一定最忝的吼。啊，你紧房间休困啦。好啦，不然起来休困。小帅，来去休困哈，乖。宝莲啊，啊你今日来病院有什么代志要跟我讲啊？你来看，这是阮阿母今仔日检查报告，头一张。是伊的糖尿病检查，完全拢正常。阮到第二张，阮丽华，医生甲我讲，阮爸母伊得着的，是阮丽华的尾气。阿母，哪去得着这款镜头啊？我的心情足乱的。我嘛不知道要安怎才好，我是安怎要甲随风讲？我哪无奈得得这种病？啊！你无问医生，讲这个关键话敢无有意啊？无有意啊！而且啊，无剩半年的时间。宝玲，你来给你，这嘛上加重要。那你阿母面头前吼，你绝对袂使哭，唔通让我会得到这么严重的镜头，知影？唔通哭，知无？苏华，你就了解我，我的个性这么刁钻，我一定袂让暗看的。我只要看到阮阿母，我规个心都酸起来，我就想要哭。袂用，袂用哭，你要坚强。千万唔通在阿母面头前流目屎，知影无？素华，我真正唔知我变怎样，你甲我讲，我变哪做，我变哪做啊？阿母嘛是真可怜，自细个就外挂，阿妈的话享受过，这么好的人，天公伯阿这么不公平，受得了这款病。阮阿母真是剩半年的时间，我想要替阮阿母达成伊心内的愿望。什么愿望？你一定知影，随风是安那到即阵，也毋肯叫董事长一声爸爸。随风是有讲过啊，假使讲伊若无合，一个冥婚，
伊就要叫阮大哥一声爸爸，啊！第一事是，啊，想要切面粉哦。这我唔知影啦。嫂啊，假使若真正是安尼，你敢要甲阮斗相共？我要跟人斗相共，我要跟人做这款代志，我都知影袂用，我一定。 阮阿母只剩半年的时间，伊若甲当初中去办结婚的手续，嘛是加了工的。半年以后，伊就无在这个世间啦。阮哪会这么戆，这么安排？连阮阿母想我一个成功，我都无材料替伊去完成。阿母只有这个心愿，我拢无材料甲伊斗相共。 王家对阮大家甲瑞芳，敢拢无啥物亏欠？我捌听许瑞芳讲，当时中中风的时阵，拢是阮大家咧照顾伊的。假使阮阿母的这个愿望。 阮若无材料替伊完成，那安尼，阮阿母伊一世人，就注定爱含恨在中啊！宝莲，你莫艰苦，我心中考虑看卖，我应该安怎甲伊斗相共啊？ 这些菜拢是妈煮的，妈去认定，你是伊的媳妇啊！而且妈，妈甲小嫂带倒转去厝的。今仔日过了后，我就要搬转去啊！我要去上班，我要振作。 你倒位？你煞是我是过敏感。你煞，我就希望你会当回来，我就想你。 这件代志应该安怎解决嘞？爸佫无伫个啦，宝莲讲阿母迄个心愿，我要来讲会出嘴嘞，到底是要安怎啦？我做人的媳妇，要来讲叫家己大家甲翁娘的别人嘞，啊，不过阿母哦，嘛是足可怜的，宝莲叫我家斗相共，啊，我是毋是爱甲志龙讲嘞？
今仔我安尼做，就像当初分下安尼同款。搁再讲，妈的个性嘛真倔强，伊是绝对无可能答应的。这么困难的问题，我是应该安怎处理才好嘞？宋芳，志良，是不是我开电话，你才困袂去？不是啦。啊，你婴儿是安怎样？无啊，那安怎？我感觉哦，你规暝咧变来变去啦，到底是什么代志，让你困袂去哈？无什么代志啦。无。那有可能啊？来，紧甲我讲。我中昼就困到吼，啊，所以暗时也困较袂去。你咧讲白菜？咱阿母斗阵遮久啊，你是无啥会讲白菜的人。你拄安尼，我拄烦恼呢。你免烦恼啦，其实这代志甲你也无关系啊。哦，就是有代志啊。啊，跟我无关系，是跟谁有关系啊？啊，是不是嘛？啊，是随风。是随风甲宝莲因两冤家哦。啊，不是啦，免想遐尼济啦。我是感觉讲，这代志还是由阿公家己去处理就好啦。安尼就对了，因翁仔某的代志哦，因翁仔某解决。啊，咱翁仔某的代志呢，咱翁仔某解决，吼。说，你到底关心什么？刚才你们没在做事情啊？不相信，不相信。无可能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是吼，阿母的身体本来就好好，我想要到伊得着糖尿病啊，还佫找阮大哥，拍吊风就吊风，一倒来喊麦袂振动，佮阮阿爸硬算，像这代志，安尼讲来敢是世事无常嘞？你莫佮我讲啊！叔，我听人讲，伊着广义化这种绝情的人，是偌痛苦嘞！连煮一条药拢无，伊会听讲想要去弄病，那是偌痛苦，你知影无？你莫搁讲啊！你讲安尼，我会烦恼，我会惊嘞。是安尼，我母母得到这种病。是哦，厝内面也是多辛苦白定，咱做事实是会艰苦，唔甘啦，啊唔过。是老病死，这是每前一个行的路，这嘛是无法度啦。阿哥，伊无应该发生在阮阿母身上。阮阿母自少年吃苦到今嘛，自少年到老，伊嘛一直受着厝边隔壁人的提笑。伊也来欠着念头。拢是为着我，伊拢无过着一天好日子。我即马真无简单，有淡薄仔成就，想要让我好好享受一下。我是安尼提供的，袂安尼对待你，是安尼玻璃，伊无甲我讲。我的梦我清楚。
你是我的母，你是我唔怎搞错？阿妹得了这种病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我今日讲，我若甲你讲，你袂肯，我才去甲苏阿公。我来讲，这是真实的。检查报告，你若不相信，你提起看。我歹看，我不相信，这一定是假的。阿母今仔会变安尼，一定是因为志平，伊迄天将神主牌仔请入来，甲阿母耍的。你唔当是我迷信啊？我哪会讲是迷信？阿母正常，伊拢好好，就是因为迄天去让伊冲刷掉。好啊，你没有讲啊。水凤，你爱冷静，你较冷静点好不？我知影讲，阿母得着这种病，大家心内拢无好过。我嘛希望阿母的病会较紧好，也毋过。我知影。这种病到尾去，拢无救啊！那呢，咱是不是应该给阿母食较好、穿较好呢？安尼有啥物路用呢？伊我都享受偌久？不管偌久，这种是咱做囝儿媳妇应该爱做。你莫甲我讲过，阿母自少年就做艰苦过日的。食无好，穿无好，所以咱今麦给阿母穿较好，食较好嘞，嘛是替阿母达成一个心愿。心愿，阿母心愿遐尼多，伊要看我成功，看我生囝，啊，不过，只伊可能拢看袂到啊。伊要看你生囝，是袂。有一件代志，咱绝对会负责。什么代志？给恁阿母，嫁给恁爸爸。恁若是结婚，就会当给阿母一个名分。恁嘛会当另作归宗。这件代志，咱绝对做会到。迄无可能啊！要哪会无可能？我知影阿母伊可能袂来，但是你用去逼恁爸爸，阿母剩无偌济时间啊，伊看袂着咱生囝，而且阿母伊嘛无注重享受，你买物件给伊，伊嘛无一定要爱，只有这件代志，咱一定会用做。茉莉，莫甲我讲啊。水芳，这件代志会用的袂用的，完全看你。你若无要安尼先做，我嘛无话通讲。上无，我通带阿母去逛街，买伊所爱的物件，吃伊想要吃的物件。莫再讲这个，我若有得着这种病，我想讲，明仔开始我不要上班了。那要哪会用呢？水芳，恁爸爸无伫个公司，志成嘛无伫个，剩志良一个人，敢讲你要将业务放互哪是？我无管遐济啊！公司，我搁要重新打拼，啊不过我若失去我阿母，我就啥物拢无啊！无咧，月底你要去公司上班啊，你要暂时代替我的职位，我要利用。我若要最后的时间，好好找伊去指导。我去上班无要紧，也不过阿母伊人咧艰苦，我心内嘛无好过。我嘛希望在最后一段时间，
我会陪伊一下。也那无，阿贵，这件代志，先莫让尤丽阿姆知影。哪会当唔让伊知影呢？伊对阮母囝这么好，我哪会当去逼尤丽阿姨？既然你变来决定，我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就是。我怎知影我要哪做？明仔你要去上班，我要好好陪我老母。我就照你的意思，明仔就去公司上班。随后，为着阿母的病，我嘛有去四界港探听。有问到一挂病房长啊，病房啊，大病院拢看袂好啊，我相信病房呢。随风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有个人破病，西医嘛是讲无救啊，结果拢是中医甲医好个啊。反正迄拢是一挂补品，阿母食落对身体也袂白害啊。只要伊将阿母个病医好好，叫我做啥我都愿意啦。你莫烦恼啦。我会将这药啊摕予素华，叫伊传互母食。这件代志绝对莫让阿母知影，知无？阿母来啊！你赶紧甲面洗洗，唔通阿母看到你咧伤心。哎。阿母，啊，我听讲，随风咧雄雄公公走动，啊，面色阁足歹看，无啥啦，是心情歹，转来要找你冤家呢。阿母，你莫乌白想啦，随风雄雄公公走动来，是为着要摕物件，伊的囡仔袂记你摕去啦。摕囡仔？啊，但也无要买厝，也要创啥？哪会着摕囡仔？啊，着公司公事上爱用着啊，啊，伊袂记你咋？啊，若讲公司的代志吼，迄我着毋捌啦。啊，随风嘞，伊在变数啦。阿母，啊，你这个囡仔是要安怎？啊，雄雄公公走回来，阿母就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还袂提囡仔，你就敲一通啊电话回来，啊叫保玲甲你送去就好啊。嗯，但是怎啦？阿母，我无代志啊。那无代志就好啦。哦，我知啦。我有想要回来摕囡仔，其实要回来看宝莲着。嗯，但有啥物通好歹势的啦？人志玲已经一个后生，搁一个查某囝呢。啊，恁两个嘛着甲我较拼死嘞，紧生一个孙互我抱。啊，母亲嘛，上阶段的心愿就是甲恁带囝。阿母，我知啦。嗯，我莫干那嘴咧讲讲，你知啦。洗一下较要紧吼，阿母出来去。阿母，安那啦？我想讲，明仔你出来出去食饭。嗯，安那就遮讨债啦，伫咧厝的素花逐顿都煮到遮青草，也着搁出去外口食。哎呀，阿母，开店明仔，我好好请你一顿啦。哎，我听你讲到遐尼慎重，我袂习惯啊，要请你母来食最后一顿。阿母，你莫后壁讲话好无？那你是咧安怎啦？要请你母来食饭，还免遮大声。阿母，嗯，你唔通误会啦。随风吼，伊是因为着急，所以讲话才会遮大声啦。人随风吼，伊早拢有一间餐厅的菜足好食，伊想要请你去遐食一顿，要好好友好你啊。好啦，好啦，迄明仔载代志吼，明仔载再搁讲啦。啊，恁做恁无闲，我载去。宝莲。多谢你。咱是翁阿母啊，你哪都甲我说多谢。嗯，公司的代志。哦，我甲志良讲，明仔你当上班啦。宝莲，阿姐。董事长。嗯，叫什么董事长啊？叫志良就行个啊。那边哪会用你啦？即嘛是伫公司，就应该公事公办啊。
哎呦，拢是一家人啊，分什么职务啦？来啦，坐啦。多谢。宝莲啊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啊。什么代志？你请问。昨昏水芳哪会无缘无故来请假呢？啊，今日伊阁讲伊无想要上班，要陪阿姨，这是为虾米啊？其实这是阮迄家伙仔的代志，我无应该讲予你听。虾米？恁这家伙仔，阮这家伙仔，大家要拢住做伙，拢是一家人啊，有甚物代志就应该讲出来啊。前几工我带我母去病院检查，医生讲阮阿母伊是得着肝硬化。是啊。阿姨哪会着这种镜头的？伊敢知影啊？我唔敢予伊老大人知影。伊只剩半年的时间，也若无，莫讲是半年，伊半个月根本都袂堪你啊！哎呀，哪会变到安尼啦？啊，拄好啊，爸即马无伫个，啊实在是吼。就是因为安尼，随风才留在厝里陪阿母。伊今日讲公司无人斗三工，才叫我来。志良，你都要体谅阮水芳姐。你莫安尼讲啦，阿姨的身体比甚物代志搁较重要啊。公司的代志啊，你免烦恼啦，我伫个啦。恁只要好好啊伫厝里哦，陪阿姨就好啦，吼。迄边哪会用个？公司的代志嘛真重要啊。水芳伊叫我来，我哪会用无来？阿母的代志。我想要一挂重要的补品呐，我嘛拜托素华，请伊订给阮阿母食。素华敢知影这件代志？